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，我这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，都是因为遇见了三位老师，并且得力于韩馆长30年的护持。我从小喜欢读书，但是不幸因为遇到战争而失学。尽管如此，我一直没有离开书本，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。我这一生学佛缘分是从方东美先生那里说起。那一年我26岁，我跟他学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，学生只有我一个人。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第二个教导我的老师张家大师，跟张家大师3年，我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。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首先教我读的是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你的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好好跟他学习，你就不至于走错路了。老师圆寂之后，我就辞掉工作，专攻经教，对经教产生很大的兴趣。那个时候我到台中，以李炳南老居士为老师，我跟他10年。能有今天这一点小成就，我这3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。方东美先生介绍认识佛教，张家大师3年给我扎下根，李炳南老居士10年才养成。可真真修学障碍很深的，在这个时代学经教的人不受欢迎，没有一个寺庙容纳我，这个压力打击非常大。那个时候只有2条路，一个就是放弃经教的研究去做金蝉佛寺，另外一条路就还俗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，遇到了一个护法韩馆长，他们夫妻两个很厚道，有义气，是我的听众。我没地方住，让我住他家里，讲经我们租借道场，听众几十个人，帮助30年。这更扎稳了，他往生，我们海外的缘成熟了，所以讲经可以天天不中断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，集成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的事业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。我是非常相信老师的话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也不放在心上，佛菩萨安排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我们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！我的摄影棚老师的遗像都挂在我对面，每一堂课就如同老师在我面前。
看到我做报告，感恩啊！这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。我就是一部经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，一部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，一句佛号，万缘放下，念念求生净土。李老师往生的前一天告诉身边的学生们，世界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，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他最后的一言，真正听懂这一句话，就要万缘放下，好好念佛，时时刻刻想到求生净土。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，你要是想我，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我也念佛，我们心心就相应，听经念佛就好，天天见面吧。什么供养我都不要，我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念佛求生净土，将来我在极乐世界看到你，那叫真供养。真心情愿老实念佛，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还会在一起。